都唔會有。冬期有講，比賽非議啦。啊，哎，後面可以坐。係啦，多來啦。好啊，咪分下嚟多來啊。好啊，你快打車先。但我先坐啊。可以啦。我们船只离开了我们的玄关市码头，前往现在抵达上。我们船只的右上方可以看到一个观音雕像，哎，这个有一点雾，我要仔细看一下了。这个观音雕像后面有个酒，还有一座像个大庙，就是玄奘寺。玄奘寺就是安史公公唐三藏的圣旨，唐三藏圣旨观音大庙里面的。那个观音雕像后面还有一个九层的宝塔，这叫做慈恩塔。慈恩塔就是蒋介石为纪念他母亲王太夫人所盖的。日月潭的海拔750公尺，它的塔顶刚好1000，日月潭的地标。我们环潭绕一圈，日月潭总共有33公里，有14条的步道。如果这边等一下还要回到水社的，我们的伊达上末班船是5:30哦。哎，如果等一下上去走走逛逛，要自己注意一下了。如果超过时间了，想要逛到6点、6点半的，要自己想办法去找到计程车了，还是要去查一下公车表了。我们船只就是到5点半要到码头边找黄色背心的工作人员。那如果晚上是住在伊达上的，车子停在伊达哨的，你们就不用担心了，可以好好的逛街了。左边转弯处，接着看到一个全台湾最高又最矮的灯塔。怎么说最高又最矮呢？高不是身高高，它是海拔高。日月潭的海拔750公尺，怕冬天有冷气团。船只撞上右手边转弯处这座山，所以特别那边盖了一个2层楼高的三盏的小电灯，现在的土亭载不到，就在我们船只的右手边转弯处。等下我们船只转过去就是我们的伊达哨。伊达哨最有名的就是三条的老街，三条老街最有名的就是阿萨姆红茶、山猪肉香肠，再就是小米酒了。他们想买小米酒去送给亲戚朋友的，船长介绍一下给你们，日月酒庄小米酒。如果等一下想买小米酒去送给亲戚朋友的呢，船长这边有优惠券，小米酒买5瓶就送1瓶，还有小米酒冰沙、小米酒冰棒。
本来是有这种天气有想要吃冰的，这边一间叫做炸物茶庄红玉冰淇淋，它的冰淇淋参加米其林比赛得到二星，冰淇淋不加任何一滴水，相对的价位就比较高了，一直要120元。哎，如果想要买冰的呢，看你想要买几只，你就拿几张喽，每张就会10元。那如果等一下想要买小米酒的呢，码头上去第一排的第七间日月酒庄小米酒，哎，小米酒一组人马5个、10个、20个，哪一张代表就可以了。那等一下等我们船只绑好了以后，我们再做下船的动作。我们的随身物品，包括我们的垃圾，请记得带下船呢。哎，我们船上面有垃圾桶，每个码头上面都有大型的垃圾桶供你们所丢，非常的足够。这边如果等一下想要直接回到水色的游客，我们船只搬回了以后呢，我们改搭维多利亚号，它会提早离开前往回水色。那如果想要上去走走逛逛的，我们就往上走，等一下我们哪里下船我们就哪里上船，或者是找黄色背心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。不想要逛的想要直达的才改搭维多利亚号前往回水色。